你好，欢迎您走进麦子学院的 Python 数据库编程课堂。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数据库应用开发案例二，第一部分。在我们前面的课程中，介绍了 MongoDB 数据库以及使用 PyMongo 这个模块来访问 MongoDB 数据库，还介绍使用了对象文档影射库 Mongo 引擎来访问 MongoDB 数据库。下面我们具体来看这个数据库应用开发的实例二，这里面我们要建立一个实例项目，是应用内容管理系统。我们知道，在很多新闻类的网站里面，它都需要进行内容管理，也就是在不同的类别下有不同的新闻。那我们在网站中要进行展示的话，就必须使用内容管理系统来进行管理。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内容管理系统的系统设计。第一个方面是数据库的选择。当然呢，我们选择使用我们刚刚学习的 MongoDB 数据库。然后，访问数据库的工具，我们使用 Mongo 引擎，也就是前面我们学习的对象文档影射工具 Mongo 引擎，来通过 PyMongo 来访问 MongoDB 数据库。然后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应用内容管理系统的系统功能结构，它的系统功能结构主要包括用户管理。用户管理包括添加用户、修改用户名、修改用户的密码、删除用户、赋予用户的管理权限。这里主要指管理母写内容分类以及用户的查询。第二个方面是内容分类的管理。内容分类也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的核心部分，因此其分类管理主要功能有添加分类、修改分类、删除分类以及分类的查询。最后一个是内容文章的管理，内容文章的管理当然也包括撰写文章，实际上呢就是添加，然后是修改文章、删除文章以及审核文章。这里面文章如果是不审核通过的话，它是不予发布的，也就是审核文章的功能。那么这个系统功能主要包括这三个基本的模块。下面我们具体来看建立这个系统功能所需要的数据库表的设计。那么这个数据库表主要包括三张表，一个是用户表，包括用户的 ID 号、用户的姓名、用户的密码、他的权限以及用户的类型。第二张表是内容分类，内容分类表很简单，包括内容分类的 ID 号以及它的名称。这里面有 R 和 C 这两个列，它用于分级管理的。在后面呢，我们再做介绍。然后是 News 这一个表。News 这张表呢，它具有 ID 属性，具有 ID 列、title 列，title 就是这个内容的标题，以及 text 列，text 列呢就是文章的正文内容，然后是作者，以及文章的发布时间，是否被发布，也就是审核的结果，以及这个文章所述的分类和发布者，这个发布者主要是谁审核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应用内容管理系统的数据库表，看起来呢也很简单，只有三张表。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分类层级的实现方法简介。在这个系统中，分类层级的设计方法关系着我们在代码实施的时候，对分类层级查询的方法是否容易实现。常见的分类层级的实现方法主要包括基本的实现方法，即我们在分类层级中，首先用一个 ID 号来标志一个分类层级，然后呢，保存这个分类层级的父 ID，这个是这个分类层级的名称，这是基本的实现方法。改进的实现方法，改进的实现方法呢，一种是结构与基本的实现方法相同，但是呢，父类 ID 中保存其所有祖先的 ID，也就是
这个乘积，它不仅保存它父类的 ID，它还要保存它父类的父类以及父类父类的，一直到根它的 ID 号。这是改进的实现方法。当然，还有一种流行的叫使用前序的便利数。使用前序便利数就是对每个乘积，它都有包含左值和右值，然后呢查询比较方便，插入呢比较复杂。那么这是我们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些分类乘积的实现方法。这里面我们使用一种填表法来实现无限制的分类乘积。那么具体来看，这是一个简单的分类乘积的示意图。这里的 R 和 C 就是对应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 level 中的 R 和 C。通过这张表，我们应该可以明确的看出来，A、E 它是一个分类乘积的顶层，也就是根。然后在 A 这个分类乘积下面有 AA 和 BB，在 BB 这个分类乘积下有 CC，然后呢 DD 也属于 A 这个分类乘积，在 E 这个分类乘积下有 FF、HH 和 JJ。然后 FF 这个分类乘积下呢，有 GGG，JJ 这个分类乘积下有 KKK 这个分类乘积。那么具体的，通过怎样的 R 和 C 来标志每一个分类乘积以及它的父和子的关系呢？首先，我们看到这里面的 R，也就是代表它的行，A 在第0行，那么它就是 R 就是0，然后呢依次从一。一直到十，也就是 R 这个序号是连续的。然后我们看到 C 这个值，它是一个关键性的值，C 为零，那就表示它是根的分级。C 为一，这个地方呢，AA 是跟在 A 的后面，并且呢，它的 C 为一，所以呢，AA 是 A 的子类。那么同样呢，BB 它的 C 也为一，它跟在这个 A 的后面，所以呢，它是 A 的子类。对于这个 CCC，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R 值为3，但是呢 C 值为2。那么 C 值为2，那就表示它又向下进入了一层，因此 CCC 它是 BB 的子类。而对于 DD 这个分类名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C 值为2，而这个地方呢 C 值应该是1，因为呢它在第一列。所以这个 C 值呢，实际上是列的标志，那么第0列、第1列、第2列，那么列数越大，那么它就代表是前面列数越小，它的子类。那么这就是基本的分类乘积的实现方法。那我们在查询获得所有分类乘积的时候，如何来进行查询呢？查询的时候，我们就要依据 R 列的值和 C 列的值来进行查询。然后呢，在插入时应修改其后的所有分级的 R 值。它的方法就是，比如我们需要给 A 这个分类乘积增加一个它的子类，那么我们可以查询这个 A 它所有的分类乘积，并且呢，在 DD 和 E 之间增加一行，而且呢，它的增加的行号应该是5。然后呢，它的 C 因为是 A 的子类，所以呢应该为一，因此 E 之后的这些类，它的 R 序号都要依次加一，这样呢将这个表向后推动一行，那么这就是为某一个类添加子类的方法。那同样，比如说我们要给这个 FF 这个类添加子类，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只要将 HH 和 JJKK 这三个行往后推一行，然后呢空出一个行来添加 FF 的子类就可以了。那么这是插入时应该修改其后的所有分级的 R 值。而且呢，插入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知道它的父类，这个父类的 R 值，父类的 C 值为0，那么它的子类就是 C 值就应该是1。那么，使用这种填表法来实现无限制的分类乘积，在插入时候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也就是将插入位置其后的
所有的分类，它的 R 值要加一，并且呢，我们要找到这个插入的位置，所以呢，它的插入相对来说也比较麻烦。但是呢，在实际的分类使用中，我们查询远比插入频繁，所以呢，其插入性能的损失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查询呢更加方便。那么这就是分类层级的基本实现方法。下面我们具体来看这个 ODM 代码的实施，也就是利用芒果引擎，也就是利用芒果引擎，首先呢来建立这个对应的数据的模型，主要包括 user、level 和 news，就是这三个对象。它的代码我们在这地方呢已经写好了，在 CMSHI 这个程序文件中。和我们前面介绍的一样，使用芒果引擎，首先呢要从芒果引擎中导入相应的一些对象，然后呢建立与数据库之间的连接。这个数据库连接呢就是 MongoDB 数据库，它的数据库名称为 test。然后呢我们定义了三个类，一个是 level，也就是分类层级类，然后呢是 user 以及 news。那么这三个类比较复杂的就是第一个。分类层级的这个类，在分类层级类中，我们建立了 name 这个列，也就是分类层级的名称。然后呢是 R 和 C，就是对这个分类层级的行以及它所在的子类进行标志。在后面定义的这些方法中，比如 insert level，那么也就是为了在这个分类层级中插入一些分类所定义的一个方法。叫 insert level，这时候我们只要指定它父类的 R 值，因为在这个分类层级表中，这个 R 值是唯一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为这个某个分类层级插入一个子分类。而 get position 这个方法，它主要是通过其父类的 R 值来获取我们要插入的。这个分类层级的位置，那么它的关键点就是，比如我们要为 A 插入子类，就从 A 以后开始寻找，比如 C 值为一，此时呢它大于等于这个 A，也就是 AA 是 A 的子类，那 BB 呢它的 C 值也为一，也是 A 的子类，那么 CC C 值增加为二，那么此时呢很明显 CCC 是。B 的子类，所以 CAC 也是 A 的子类，然后再继续找这个 DD 呢，它是这个 DD 呢 C 值为二，是等于上面一个的，那么因此这个 DD 也属于 A 的子类。当它查询到 E 这一行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 C 值变为零，那就是和 A 是同级的，所以呢，此时我们停止查询，因此这个 A 的它的名称。因此，这个 i 的子类，它的位置就应该在 DD 的后面，我们就获得了插入位置。它的具体方法就是这样的。那么这呢是具体的代码。然后是 move after 意思呢就是我们将在要插入的这个行以后所有的分级数据，它的 R 值都加一，叫 move after。然后是 move before，那么当我们要删除某一个分类层级的时候，同样呢，就是个表，它需要减少一行。比如我们要将这个 gg 这个分类层级删除，那么这个表这一行就空出来了。所以呢，我们需要 move before 让它呢向前移动，这是 move before 的作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定义了一个 clean 方法，clean 方法是芒果引擎中指定的一个协议方法。我们使用 clean 方法，主要目的就是，当我们在插入这个分类的时候，如果不给 R 和 C 进行赋值，此时呢会默认的将 C 值赋为零，也就是呢它作为这个根层级来实现。而 R 的值，我们通过查询这张表，使得 R 值为这个
分类乘积中的最后一行，也就是 r 加一。当然呢，如果这里面呢是没有数据的，所以呢仍然是 r 为零。那么这就是我们通过定义 clean 这个方法来实现默认的插入根乘积。那么这就是 level 这个模型的定义。当然，这个定义里面我们还加了一些限制性的参数，比如 name，也就是乘积的名称，它是一个字符串类型，并且呢最大长度是20，而 r 值就是一个整型，并且呢它是一个唯一的，就是 r 的值是不允许重复的，而且呢是必须赋值。那么同样呢，随值也是一个整型数，它也呢必须赋值。这就是 level 这个模型的定义。下面我们看看 user 模型的定义，相对于分类乘积的那个模型定义就相当简单了，主要定义了 name 列，就是姓名，这个 password 列，也就是密码，然后是用户的类型，也就是 type 这个列，power 列。所以这里面啊 name 列我们也加了限制条件，也就是它的姓名，它的长度最大值是20，而且呢也是一个唯一的值。密码是一个最大长度为256的字符串，用户类型它的默认值为一，也是一个整型。权利也就是它这个 user 所能够管理的分类类型是一个 list field，也就是一个列表类型。同时呢，这个列表中的数据是一个 reference field，也就是参照类型。参照什么呢？参照 level 这个分类层级。那么因此，power 这个列实际上呢就是分类乘积的列表，然后是 news 这个模型，news 这个模型我们定义的列呢相对来说比前面两个要多，第一个是 title，也就是文章的内容标题，仍然是字符串类型，最大值呢我们定义为200，而且呢是必须的，也是文章必须要有标题，然后是正文，正文呢也是字符串。我们没有定义它的最大长度，但是呢，必须要有内容，这就是 required 等于 true。然后是作者，作者呢这个地方我们也定义一个字符串类型，而且呢，它的最大长度也为20。分类层级是一个参照类型，同时它参照的是分类，并且呢，当我们删除这个分类的时候，我们指定 reverse delete rule。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删除这个分类的时候，对应这个文章，它都会被删除。然后是 release，那么这个文章内容是由谁来进行发布的，也就是谁进行审核的。release date 也就是发布的时间，文章撰写的时间。然后是 is release，也就是说这个文章是否发布，那么它默认值那么就是不发布。这就是我们使用芒果引擎来定义的三个基本模型。这节课我们主要介绍我们要实现的应用内容管理系统它的基本实现方法，以及 ODM 代码的实施。本节课的作业是：第一，尝试实现以指定分级对象为父类插入一个子级。第二，尝试查询实现获取某一分级的所有子类，也就是实际上呢，就是熟悉对这个我们这地方用填表法来实现分类乘积的实现方法。本讲视频到此结束。